碧如姐现在带着志工要前往那个中央市场，然后进行媒体联访，然后也会在中央市场做扫街拜票。来，我们排排一排，不要一列就好。你好，谢谢哦。好，加油啊！加油，谢谢。大家早安哦，高炸高炸，拜托一下哦，京东票十五号，拜托拜托，欢迎的民众到，欢迎其他民众到，拜托一下哦，哦，电直播。拜托一下，拜托拜托，搞炸搞炸搞炸！老哥是谁啊？老板娘，大哥搞炸！好哦，有听到大家的建议，要把那个十五号的号码，就是贴在这个气球上面，或者是我们要有手举牌，有我们会告诉一下那个党部做文宣的人员，先帮我们做那个十五号的贴纸跟那个号码牌。哎，等一下，我们要在这边联访。拜托姐，拜托姐哦。嘉琪，我在这里。是在这边吗？民众党动算。谢谢啊！哦，谢谢啊！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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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讲的，这边吗？哎，这边啊！你要给他抽口，抽口给人家。好，那我们可以开始了。我为什么？帮我拿。不方便。要不要帮你拿？我们拿好吗？还有麦吗？有特别想要问的问题吗？还是碧如姐先讲一下来到台中的感觉。我们昨天晚上来到台中已经是半夜12点半了。那今天早上我们去阿龙的早餐店吃早餐，那他们是最有名的是萝卜糕。那我们坐在那个路旁，我们觉得台中真的是好山好水，重点是好空气。
那坐在路边我们感觉到非常的舒服，那这个是台东的一个人情味。那剩下的我想就让你们讲一下台东的一些政见跟我们今天来台东的一个目的。你跟选到现在感觉怎么样？我觉得还蛮自在的，因为所有台东人其实都认识我，他只是不知道我要出来选，所以我现在劝的就是，自己多多走出去，多广告单。那现在这个大众筹哈，所有的部分区都来这边帮我加油，那我觉得很高兴，然后可以拉开我的知名度，应该对我的学习有加分的作用。你刚刚有提到说那个政见好像大家的都一样，那对你自己来台东这边的政见有什么样的期待？我昨天去选委会去看我的那个政见，就有一看，好像四个候选人都差不多，都是医疗、交通、卫生哦，其实首重是交通。那我们是希望说，从这个国土计划法或者其他的法源当中取得一个法源的地位，把台东列为法定的偏乡地区，再由这个法定的偏乡地区做其他我们四大政见的这个中央的补助，因为台东的这个预算哈，其实是比较短促的。那如果说我们刚会一直讲说我们要争取什么争取什么，其实他没有法源的依据是很难争取的。那我跟他们不一样，大概是因为我学法学的嘛，我当然希望从法律那边做着手。那碧如姐嘞，因为碧如姐是医疗专业，那来到台东这边对医疗这边有没有什么相关的？对，我待过台东很多次，那以前在台大医院的时候，基本上大概一两年我们都会来台东办那个就是一些研讨会。那东部的医疗当然是比相对于西半部是比较匮乏的，那我们当时在台大医院还有跟马偕医院也都有签有建交合作，我们希望那边能够来支援，但是支援基本上对台东人来讲还是一个比较不公平的，我们还是希望能够均匀的发展。那台东的医疗这个部分一直都在我们的规划当中，如果我们进到立法院之后，我们应该会对台东的医疗提出我们比较健康的一个政策，如何来让台东部的人的那个健康能够受到大家全民的一个保的那个守护。好，那最后问一下两位，要怎么样加强民众党在台东的知名度？我们现在就是全台大众筹，我们现在背着气球，希望能够跟市民可以对我们台湾民众党做一个更深的一个连结。那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就是每天就是靠着我们两只脚，然后希望能够深入到每一个角落、每一条街巷，然后握到每一个民众的手，那希望能够民众来认同我们。那他们有想要跟我们讲话或陈情的，我们都会停下来倾听他们的民意。那昨天大概像一整天下来，我们大概在花莲，我们都有把一些花莲的问题大概已经有做下来。那同样的，我们今天会在一整天在台东走读，那我们也一样会倾听地方的民意，再来就是他们有需求，我们一样会把它记录下来。那作为我们进军国会的一个那个帮他们争取的诉求。嗯，对，民众们怎么样补充？觉得在台东民众党的知名度怎么样提升？是那个，请那个台东所有的乡亲哦，还有父老姐妹们哦。听到电话，你还跟我？哎，你好，你好，嗨。我们希望台湾所有的乡亲姐妹哦，等到我去敲你家的门的时候，请你让我进去，和你说说话。对，就这样子。我大概会每家每户都，我都会自己去了。对。啊，明哥，我可以请问一下，就是之前有那个民众寄私家给柯文哲，叫他帮忙行销。哦，是是。因为私家对我们台东非常重要。他如果你选上立委，你为什么放？你是要怎么行销？因为那个把的基金放大。是因为这个我们。柯P市长哦，他其实他有在网络上哦，帮我们台东的四家农哦做一个行销的广告。那将来我们进国会以后，我们相信我们对这个农业政策哦，一定会提出一个具体的办法，让我们台东不管是四家农也好，或是渔业的渔产品也好，一定会做一个最完善的处置。外销很重要，其实外销很重要，可是我们都已经忽视了说，其实我们最大的市场就在我们周围而已。还有其他问题吗？好，没有哈。好，谢谢，谢谢，谢谢。那我们就整顿一下，请明哥带着碧如姐，我们到市场里面。Okay. 我们气球是不进去，气球是啊，进不去吧？可以进去，可以进去。我们大概两三颗，然后其他在外面。对啊，两颗就好了吧。好，那没关系。那我们先在门口放一下。好，先发钱。
片。人客啦，我伊袂当人搭啦，我都是进去的。客啊，我人啊。开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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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水。耶。啊 ，OK，OK。Okay, okay.谢谢哈，谢谢啊，好给你哦，兄弟平安啊，谢谢。看多少钱？好，谢谢谢谢谢谢阿姨，谢谢。不用全部，不用全部吧，等一下会挡到人家进去了。对对对，两颗就可以。好，我们等一下保证帮我们。台湾的选择，柯文哲；政党的选择，民众党；台中的选择，陈敏平；民众党，民众党，民众党；柯建铮，陈敏平，陈敏平，陈敏平，动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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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加油，加油！谢谢，谢谢，加油，加油，谢谢，谢谢，阿哥你好，你好，你好，来，新年快乐，谢谢。看到你了，台湾机器问台湾民众党号，谢谢。红包袋，新年快乐哦！大家新年快乐，新年快乐哦！老哥谢谢啊！来红包袋，行，祝你新年快乐哦！谢谢哦。OK， 那气球就站在那边，我们说妻子，妻子，那个进不去就不要，妻子来就好，妻子。那还有物资啊？物资，那个面纸、红包袋那些磁铁。好，这边有，那你们先进去。社会进去吗？没有，不会。那你红包袋抓多一点。这样够不够？我觉得不够。对，你抓起来，你要进去发。对，你先拿这个去，我再去补。好，没有，就拿这个去补。我们有了。其实就站在路边宣扬。我们还有吗？加油！好吧，走吧，走吧。其实能进去吗？其实管的就好，管的。拜托一下哦，进党票十五号，台湾民众党拜托一下。头家搞炸，头家搞炸。大家搞炸哦，大家搞炸。接过，接过。接过一下，接过一下。给你好不好？不要，其实可以送民众，没关系。红包袋，谢谢啊。谢谢啊，红包袋，新年快乐。新年快乐！冰姐，冰姐，对，这边这边。冰姐，来来来。来，我贴掉吧。来哦，新年快乐！拜托一下哦，京东票请到十五号。大家多支持民众党哦，政党票请盖十五号，台湾民众党。台湾民众党，台湾请进入柯文哲所创。老板走。头家搞炸，头家搞炸。老板你要走。外面是哪个？哇，我们现在在台东呢，谢谢。大姐要支持哪一个党？民众党，你们的党，谢谢谢谢我们中央市场美丽的姐姐哦，来他们家买鱼哦，很新鲜的哦，谢谢。那我们允平哥也陪着碧如姐，我们现在在台东的中央市场。市场老板好，我们的不分区委员碧如女士跟台东的候选人陈允平。今天我们还是一样哦，有非常多，包含我们有佳琪手上的面纸，然后还有碧如姐手上的红包。麻烦你嘞，小英影评机。哎，李卫导你好，谢谢啦，谢谢，谢谢，谢谢美丽的姐姐哈，再拜托姐，谢谢谢谢，感谢，用礼哦哈，陈影评礼哦，好，拜托拜托，谢谢谢谢，咱李卫你好，靳东票十五号，谢谢，新年
这边其实来到台中市好像没有什么分别，跟在台北的时候都一样。拜托。对。不拿。对，拜托，你好啊，哇，陈允平拜托。那我们现在来到猪肉摊，你看立委候选人，从来没有犹豫的手就是握下去就对了。拜托拜托哈。十五号民众党，谢谢谢谢，一个红包袋。哇，今天市场也是非常非常热闹。非常热闹。那我们呢，其实今天进来的还有我们七字的队伍，因为市场比较小一点点，所以气球没有进来，气球在中央市场外面也是及时同步的跟大家来买票。台湾的立委在地候选人陈允平是立候，感谢感谢，谢谢，祝你生意兴隆。我们现在在台东的中央市场，那现在非常热闹。目前是由蔡碧如发起人，以及我们的台东在地二号候选人，拜托你支持，可以给台东一个机会哈，一起来中央市场拜票。台东一个机会，感恩支持一下，拜托支持哦，二号蔡运平。哦，没问题，三号正能票，投下去啊，学姐，候选人二号。正党票十五号，拜托拜托。因为熊熊在帮我们拿麦克风，所以先由我来代替。谢谢，拜托，谢谢谢谢。大家早安，我们是台湾民众的。好，我们继续往前呢、啊。来，我们右边这边，大姐拜托一下。美女你好。好，我们往里面走。早安，台湾民众党啊，各位乡亲来贺，我们是台湾民众党。台湾民众党二号，二号，拜托二号，进东票在了哈。台湾民众党哈，我们蔡碧如女士，搞在搞在，刚刚在地在地陈允平哈，陈允平是二号，真麻烦一个支持者哈，感谢感谢。市场是早上最热闹的一个地方啦，那对不对？对，就一定要来。我是家庭主妇，我知道。对呀、啊，有我们在地的。在地的大姐来帮我们介绍我们在台东的中央市场民众党的发起人碧如姐，还有我们的允平大哥陈允平二号也在这边亲自跟大家问早。好，我们今天是允平不是泽成哦，是允平哦，允平哥。我刚刚遇到允平哥的时候，其实真的每次看到他就有一种很正气凛然的感觉。这边呢，这边好，我们先好，我们先这边好了。来，谢谢大姐，拜托一下哈，民众党十五号，还有我们在地立委二号陈允平。哦，是泽成正在看直播。原来如此，谢谢，谢谢纯芳啦，帮我解释，谢谢。我们台东的朋友其实也相当的热情，然后允平哥有自己携带了他的文宣在这边，拜托一下哈，二号陈允平，民众党拜托支持。陈允平，陈允平是李贺，啊，我们政党票是陈荣浩哈，拜托哈，谢谢谢谢。谢谢啊，帮我们支持一下哦，谢谢候选人二号，政党十五号。Candy 起床啦，好早，一君早啊，泽成加油，泽成加油。我们现在是碧如姐跟允平哥，我们在台东的中央市场第一线的跟大家拜票。所以如果大家有台东的好朋友，欢迎今天加入我们，好不好？来，我们东明肉书店的老板娘拜托一下嘛，谢谢二号十五号。在地的陈允平，拜托拜托，你看碧如姐都是手就直接，哦，对不起玉明，因为我们跑来跑去跑到时间都已经有点忘记了。今天确实天气比较冷一点点，耶、yeah, ，有台东人报到了，太好了，我们等一下会在台东做全程的背气球扫街，所以也欢迎你加入哦。我们现在站在中央市场，台东的中央市场。谢谢，拜托起来哈，进攻票，民众党，十五号，拜托拜托。
其实我觉得看直播很好玩，因为感觉就是跟着我们在旁边一样。早啊早啊，大家早安。有啊，赶快到集齐啦！哦，好难得机会哦，阿姨。好啊，这进东票十五号，民众党啦。啊，这是咱李伟候选人李浩陈允平。好，谢谢哦，拜托拜托。对哦，你看我们佳琪啊，我们不分区李佳琪也在这边亲身的跟大家拜托。谢谢啊，涛哥涛哥，你要救你。不会啊，你看我们的直播也像是在亲身感受啊。谢谢老板娘，拜托姐哈。哎，进东票十五号，那不分区的李伟亲身给你拜托啦，拜托你们大哥大姐，谢谢，谢谢谢谢。对啊，其实看直播就像在我们旁边一样，真的哈、哦，威州，下次有空可以一起啊，你可以介绍你们的太太在的市场，然后跟我们说，我们有机会一定赶快安排去拜票。拜托拜托，哇，你看早上的市场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热闹。大哥好，大哥好，民众党。其实为什么我们要大众走，就是希望可以走出去，亲身的让大家知道有民众党，然后还有我们地区优秀的候选人。不走不会出名嘛，对不对？所以走了，我们就是努力走，努力做对的事情，就有出名的机会，可以让民众党被更多的人知道。谢谢谢谢，允平哥看起来就是好亲切，真的。老板好，来，老板拜托一下，二号拜托一下，给我们一个机会哈，谢谢谢谢，谢谢，老板好，啊，我们不分区蔡碧如发起人，拜托拜托，谢谢老板，拜托，感谢哈，谢谢啊，拜托，那你好啦，陈允平安到集齐齐嘞。好，谢谢啊！政党票十五号柯文哲，民众党，谢谢，跟不起来，跟不起来。哇，线上很多人跟允平哥问好哦。老板你好，我们蔡碧如。允平哥现在比较忙一点，我等一下会请他跟大家讲话一下。对啊，允平哥这个二号其实是胜利的号码二号，所以请大家有台东的朋友帮我们一起把影片分享出去。你看，你看，允平哥的支持者。你好，谢谢我们在地立委二号陈允平。谢谢啦。相信柯文哲，票投民众党。对，二号，二号。对啊。加油啊！啊，你要帮我们投票哦。哎，政党票，政党票十五号。啊，大姐，为什么支持允平哥？帮我们讲一下。为什么一点这么好？哼，内容这么好，对，就等他来做事。哇，赞赞赞！谢谢大姐，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老板，我们继续往前。哎，老板你好，我们在地立委二号陈允平，好，给陈允平一个机会。好，今天做代级。对呀，我也觉得在现场其实。如果你没有跟我们一起走过市场，走过大众口，这几天到一月十号，都欢迎大家一起来感受民众党拜票现场的魅力。我们蔡碧如女士到现场跟你讲，我觉得没有来走过，你就真的不知道。进到。嗯，我觉得民调就参考啦。那重点是说，我们要愿意走出来，跟大家一起拉票，让更多人知道民众党的理念是什么，我们地区候选人想为大家做什么。我觉得这件事情比较重要。哇，你看，所到之处都是要拍照，拍照。然后老板娘也很开心的一直问说，柯文哲什么时候会来？主席什么时候会来？我们现杀的人。我们是台湾民众党。我相信一定很多年轻人没有逛过传统的市场，但是我也跟大家讲一下，其实传统的市场对观光客，或者是对妈妈或是阿姨，其实是非常有吸引力的，因为它不只是买菜的地方，然后还是一个可以互相联谊，有没有？然后聊天，然后联谊交换意见的好地方。所以市场的功能其实真的很多。在地的陈允平，谢谢，拜托支持哈，二号陈允平，给我们一个改变的机会，给台东一个改变的机会，二号陈允平，拜托拜托。佳琪真的很老实，但跟博宇哥应该不太一样。我们
们蔡碧如女士跟你请安问好，还有我们在地立委二号陈允平跟你请安问好。对对对，那云平哥拜票的时候，其实他也都是非常谦卑，因为拜票有一个诀窍是，真的腰都要放得很软，对，谢谢支持，要让民众感受到最真切的诚意。好，我们现在要继续往右边走啊、哦。我们刚刚绕完市场的其中一小块而已。好。这个是允平哥的太太，对不对？我们跟所有的网友打个招呼，不会不会，跟大家打个招呼。是允平哥的太太。那最近选举时间越来越近了，对不对？有没有什么最后的造势还是特别的活动要跟大家分享？他有秘密武器。真的有秘密武器，所以大家要多多关注允平哥的 Facebook。对对对，没问题没问题，大家有听到哦。拜托拜托大家一下，真的希望大家假日的时候没有上班的时候有来台东，就我们一起来帮允平哥助选一下，好不好？好，没问题。然后其实选举真的都是全家动起来，你看像允平哥的太太也是直接都陪在旁边。来超过三次一定要给我们支持了啦，拜托拜托。嘿、hey, 二号哦，沈允平，拜托拜托哦，谢谢谢谢。好，我们继续往前。其实市场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觉得、欸、市场感觉很像那个就是棋盘，它就是会交错复杂，每一条巷子其实都不一样，卖的东西也不一样。拜托哈，拜托拜托拜托。二号沈允平，拜托支持。你好，请支持民众党。可以跟到齐齐啦哈！李威有森林高级哦，陈允平，谢谢。啊，进东票。啊，陈允平，好，好，好，来，来，谢谢，谢谢。谢谢，我们继续往前。对，拜托，拜托。好，给拜托哈，谢谢。我们现在经过这条巷子。嗯。拜托拜托，二号陈允平啊，拜托支持。你好，谢谢。对，等一下有机会的话，我会访问一下我们的摊商老板。老板，老板知道民众党吗？真的，真的啊！上次柯文哲有来这边跟你拜票吗？我没有看到，没看到哦。好，那希望下次来的时候可以再跟老板亲自拜票。那也希望这次我们投票可不可以支持一下我们十五号民众党？谢谢谢谢老板，以后大家可以来这里买甜不辣、买贡丸哦，好不好？谢谢谢谢老板，帮我们喊一下民众党加油，好不好？不方便，好好，没关系，心里支持我们就好了。谢谢谢谢。熊熊去拿麦克风，等一下就回来了，所以我们交换一下。早安早安，拜托支持十五号民众党。谢谢谢谢，哇，这里真的非常热闹。谢谢哦，拜托支持老板娘，谢谢。美丽老板娘，拜托哈，谢谢。哇，这边的香肠超可爱的，大家有看过这种吗？一颗球一颗球的。哦，通常看到都是旁边一条的，不知道有大家看过这样一颗一颗，不知道有什么特别意义哈。没有，它就是一个专业的姐姐跟我们讲，做一个球球的样子。哦，比较吸引，所以其实是一样的，只是把它做的比较可爱这样。就是那个 idea 的一个观念。哦，原本传统的香肠是这样子。这样子，然后这是创意版的，就对了。對對對對。哦，小妹，你看逛市场还有很多特别的收获，谢谢谢谢。对啊，我觉得香肠丸超可爱。大姐拜托，政党票十五号，民众党拜托你的支持。你看嘉喜就是这么认真朴实。谢谢，拜托拜托哈，民众党十五号。思雨在这里会同时跟大家一起来发现，看看市场有什么特别的东西。拜托。对哦，已经做到齐了。嘿，到齐齐了，谢谢啊，拜托拜托，李恒，谢谢，谢谢谢谢。对，那比一口吃香肠还大一点点。老板娘，老板娘，你们好。谢谢，拜托支持民众的，来，谢谢谢谢，还有二号陈允平，亲自拜托，谢谢谢谢。
要给我们支持哦，给我们一个机会。各位台东的乡亲朋友，大家好，谢谢。大家看到允平哥第一点都是说帅，因为你知道允平哥其实他非常非常高，他看起来大概有180几公分，所以很多人看到他都觉得形象很好，加上他之前真的帮我们新移民做了非常非常多的事情，因为大家知道新移民其实在语言沟通上，尤其是遇到法律问题的时候，他们是会遇到很大程度的困难，所以我觉得默默的你知道做好这些自己角色的人，每一位都是非常值得我们尊敬跟支持的。谢谢，拜托拜托，谢谢啊、哦、真的啊。对，啊，拜托拜托，你刚刚有听到吗？允平哥讲的不是中文哦。允平哥，你刚刚说的是什么语言？越南文。越南文。再讲一次，对着镜头讲一次。说嗨国人，说嗨国人。二号，请支持二号。你看允平哥随时可以切换那个语言的。五种声道。对，五种声道哦。允平哥有讲，他有五种声道可以随时切换。拉票。就知道他在新移民这一块其实真的非常的用心。对，我觉得 Candy 讲对了，他看起来高大，但是非常非常温柔，然后讲话跟真心诚意都是立刻可以感觉到的那种。谢谢，这也是民众党的特色，因为大家都是很真诚，很愿意为社会付出努力的伙伴们，所以希望大家多多帮我们分享，然后帮我们拉票支持哦。祝大家今天有顺心的一天。那我们市场生鲜时区好像已经逛完了，现在呢绕到外面市场的外围。谢谢二号，小心。谢谢。我们往前。大家就是跟我们一起在台东中央市场逛街扫街的感觉怎么样？蔡碧如女士跟在地的立委候选人陈颖，我是蛮喜欢到市场的，我觉得市场很好玩。我们柯文哲创立的台湾民众党，拜托支持啊！我们在地立委候选人陈颖平哦，给认真做，拜托拜托，谢谢，机会拜托拜托，给刘德祥祝生意兴隆哦。谢谢谢谢，哎，你看熊熊开启了他浮选的节奏了。我们这边其实我觉得很好玩，因为台东的市场跟台北不太一样。你太太的摊位是哪一个？我们去访问你太太是哪一个？这个帅哥不知道我们台东有候选人哦，真的吗？那我一定要赶快跟你拉票。二号，谢谢本人拜托。他不知道我们民众党候选人，你一定要请他支持一下。快点，快点，还有市场，对有常来。对，可以认真做事的一个机会。卖枪的，真的假的？你好，各位乡亲朋友，大家好。好，政党票十五号。好，谢谢，谢谢。对，谢谢你哦，拜托大家。政党票十五号。二号陈允平，拜托支持。哇，你看允平哥在拜票的时候的那个亲切感，第一句就是哎，老板，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到？这种生活中的日常小店，其实都是最在地的。在地的立委候选人，好，妈尼刀皮尔先生，嘉吉喜，陈允平。所以张毅也可以五个声道吗？我懂，我要台语、英语、国语。那英语来秀一段好了，拉民众党的票。好，台语。各位朋友，大家好，来，恭喜民众党好。本台湾民众党需要你的支持。对，所以你知道在民众党每个人都很有才，讲台语、讲英文、讲国语、拉票，每个都会。然后允平哥是五个声道更强。早安啊，郑宇早安，玉明早安，谢谢你们了，拜托支持，给我们一个机会，谢谢民众党，民众党拜托拜托，谢谢拜托拜托。哇塞，允平哥还有口罩哦。有啊，我脱口罩的。不过，你看允平哥就算再累，还是会跟大家开个小玩笑。嗨，早啊早啊。
今天跟我们一起逛台东的中央市场。哇，这是一股麻油鸡的味道吗？对，早上现在冬天煮麻油鸡，一早就吃麻油鸡哦，这么补。哇塞，大家刚好听到吗？刚刚允平哥帮我们介绍台东在地，因为我们在逛中央市场，然后就闻到一股麻油鸡的味道。允平哥说早上就是要吃麻油鸡，超香的，配保利塔 B。那他们刚刚一早也喝酒，然后也吃麻油鸡。对对对对，有酒类的，对，开喝的。我们刚刚要进中央市场的时候，外面是直接开喝啤酒。对啊，然后现在这个麻油鸡香超香，超香，味道超级浓。吃阿荣的萝卜，太对。谢谢，拜托啊。你好，陈允平，拜托拜托。好，美女，多谢，感恩陈允平。都你好啦，你好。谢谢嘞，啊，感恩进洞票，到达多好。不会哦，顺心早。早安，早安。其实我不知道大家跟我一起逛街的时候有没有发现，在台东的市场里面，也许是因为市场啦，确实好像在地的年龄层是比较高的。对，所以我想，等一下我们也可以问问看允平哥，对于台东的人口，尤其是长者的部分，有没有特别的一些政策跟政见？那刚刚我们受访的时候，其实允平哥也有讲到说，在台东他发现四个候选人，大家对台东提的政策方向其实是蛮类似的，那就代表这四个区块确实是台东人重视的，包含交通啊、观光啊，然后还有医疗、教育这几个部分都是。所以我想大家会问说，云平哥有什么优势？云平哥除了有最真诚的心，而且大家知道他之前在帮所有我们外籍移民的一些事迹上面，其实会知道他有很强的执行力，24小时服务，真的没有一个政府的同仁是24小时服务的，那真的需要非常非常大的热忱。台湾民众党，啊，台东人请到你好，你好，你好，谢谢，感恩大集齐啦，嗯，是，谢谢，拜托哦，你好，哇，大家照一张好了，你想一想，都是耶，这里真是，刚刚啊，老板娘说第一次看到碧如姐啊。本人又瘦又漂亮，进东票十五号哦，嘿，十五号，毕姐，十五号，对对，云平哥比二号，但你好，你几号？好你几？哎，是十五。其实十五号啊，还蛮好玩的，因为大家在拍照的时候，1515这样比起来，也是可以动动手，动动脑。说左边的生鱼片是哪一家呢？看一下，是这个吗？这是土鸡店。哇，这边的活虾真的很活，给大家看一下，真的很活哎。谢谢，拜托，拜托，多谢。谢谢。民众票到后十五号，民众党吴耀森林到后二号陈玉平，拜托拜托。进总统对啦，你好，等我去就对了。谢谢谢谢。我知啦，我以后过来个。对啊，爱赶支持啦，爱等我去啦，上重要。谢谢谢谢。谢谢。哇，你看这个鱼，酷哎，直接打。有乌龟鱼跟白虾，我们昨天吃饭的时候有吃到乌龟鱼，但是乌龟鱼跟水质有关系，因为有些地方的乌龟鱼吃起来有那种土的味道，但是昨天在花莲台东他们就说这边的水跟空气好，所以他们的乌龟鱼相对来讲土味就没有那么重。碧如姐一直都是人气王哦，真的给大家看，谢谢啦，拜托拜托，好让姐机会，谢谢大哥大姐哦，拜托拜托，谢谢大哥多小丽哦，阿北拜托哈，谢谢15号民众党2号陈允平，谢谢谢谢，他刚刚比了一个赞给允平哥。哥的那个人气很高哎，在台东这边感觉他就因为在地，在地都很熟，因为他平常都是有在公司新闻名啊，对呀，接过很多案件处理，所以人气很高。所以为什么大家说要在地立委？其实在地立委，他跟不分区立委要反映的
事情是不太一样。不分区立委专业，但不是说在地不专业哦，在地其实有更多责任，会针对地方的建设，然后在立法院去提出行政部门要进的地方，所以其实不分区跟区域是相辅相成的。余文今天没有啊、哦，今天只有招应我跟宝珍。你看，云平哥是马上看到我们的朋友就跑过来，拜托了，你好，你好啦，等了你就丢，我丢丢啊，丢丢啊，你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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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大家看一下云平哥拉票。啊，谢谢，拜托。大姐，这个卫生纸可以拿回去用。然后这是不分区的佳琪亲自跟我们的大姐，来拜票一下。没啦，没啦，没啦，来来来，他马上就来了啦。不是帅哥先来了。市场有时候吼，有时候真的要请大家多多体恤候选人。对，因为其实候选人在拜票的时候是动作比较快，他没有办法完全看到周围的环境跟状况，所以有时候有一些婆婆、妈妈、阿姨会觉得说：“你怎么跳过我？”但是候选人真的有时候没有办法看到全部的。那云平哥很贴心，马上又回来了。墨镜的阿姨，所以真的很谢谢大家，因为候选人在拜票的时候没有办法把四周都顾好，旁边的助理跟我们在一起扫街的志工，这时候就很重要了，就要帮忙一起。然后碧如姐也过去了，跟我们这位大姐打个招呼。拜托一下哈，政党票15号，谢谢。其实有时候在扫夜市的时候啊，哦对，慧琪有遇过这种经验，对不对？然后就大家如果遇到这个，我不知道你们会用什么方法，但是最好的方式就是跟被跳过去的这个阿姨撒娇，然后开开心心的跟她开几个小玩笑，其实就可以化解了。对，但是因为每个人其实都需要被尊重啊，但是候选人真的在扫街的时候，他没有办法顾到全面性，所以旁边的志工啊，然后我们的好朋友都要帮忙提醒一下，就可以适当的减少这种机会。拜托拜托，你好你好，对，赶紧补回来，其实就没事了。政党，拜托拜托。发起人蔡碧如带着我们的，没错没错，这是志工跟助理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地方。1月11号的，因为你看候选人就只有一对眼睛在左看右看，但是我们到市场的时候，旁边都是这么多人围着，大家都在看候选人，所以这部分就要麻烦我们所有志工好朋友，如果下次有机会一起来扫街的时候，再帮我们一起注意一下，好吧？每个人都是我们非常重要的眼睛。谢谢。那这个中央市场看起来是台东非常热闹的一个市场，而且很大哦。你看，我们从刚刚走到现在，谢谢啦。我们来到了这个水果摊，谢谢。对，其实都是从大家生活日常开始，尤其是市场是非常有效益的拉票地方，因为人会聚集，然后再加上曝光度，你只要有来过市场里面的商家都会帮你宣传，他们就会讲说啊，我知道了，前几天那个谁谁谁有来过，对，这就是无形之中的宣传。所以为什么呢？我们要到定点的市场人多的地方聚集，然后去做宣传，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地方。只要别人觉得帮你讲一句说啊，这个人我看过，他常常来，你就成功了。好，谢谢阿姨，拜托拜托，谢谢，多谢，拜拜。他们说那个市场就是这样，一定要常来走，就是你要多走几次，然后大家觉得说啊，你已经来好几次，我有看到你啊，常常看到你啊，对，慢慢就会整个保单值就往前摆了。对，所以就像宝宝讲的啊，熊熊嘞，熊熊怎么样？
就是台东，就是大家都很有人情味啊，然后很温暖，然后觉得其实台湾民众党的人还蛮多的。那希望大家能够多多宣传，多多拉政党票。所以有区域立委也是有差，对不对？对对对，差蛮多的。因为花莲的话就没有区域立委，所以就是说在宣传的话，可能就是宣传力道就没那么强这样子。那就是说我们在这边有在地的立委的参选人嘛，那这样在宣传上的话会比较有利一点。对，所以其实每一位愿意出来帮我们占地区的候选人其实都非常辛苦，因为你知道台东的选区其实不小哎、欸、很大很大，我对不对？从花莲开到台东就几个小时，三个小时哦，在车上都在昏睡，所以不知道，真的就是太累了。真的，你知道吗？我们昨天啊，其实扫完东大门就九点多了吧。我昨天真的躺在床上的时候已经快要两点。对，对。然后今天早上几点起床？今天早上就是七点钟嘛，就是其实睡不到五个小时。对啊，算是一个战斗营啦。对啊，对啊，真的蛮辛苦。对对，而且你知道，其实那时候我们扫区域的时候，有时候有些早是六点就要到了，对，有还有五点的那一种哦。对对对。对，所以希望有更多的朋友加入我们一下吧。大家一起来，我们支持加油哦。你看熊熊都站出来，他从幕后走到幕前了，还能不支持吗？下午还可以两点到马偕医院。对对对，台东的朋友们赶快一起来，因为大家都看，大家看熊熊都是在后面讲话那个。对啊，现在你就站到幕前来了，对啊，就靠你了。就是拜托大家多支持我们，拜托十五号票投十五，民众做主。你看熊博士出动，对，熊博士，这边也有熊博士，这边也有熊博士。挂在上面的柿饼熊博士，柿饼现在是当季的，拜托拜，对，头给头给牛，赶紧集齐一辆东西啊！哇，这个市场还有外围，所以真的超大。哎，其实我觉得也可以邀请大家帮我们分享一下，你觉得哪里？拜托拜托，你家附近哪一个市场人最多？然后宣传最有效益，可以提供给我们这个市场的名字跟地点，然后我们就可以前往去拜票，好不好？如果大家有推荐的话，在你家附近你觉得一定要去宣传的市场，一定要让大家知道民众党人最多的地方是哪里，那我们最后可以安排一个大家推荐的点，我们就去绕去宣传政党票，去宣传区域立委，宝集合众人的智慧，这件事情是非常重要的。谢谢哦，高赞拜堂哈，拜堂起来，高赞高赞，我们的民众哥，我的民众哥。大家说 Tiffany 色真的很好看，对啊，一早又亮。我们今天呢，其实有遇到一个我们的志工朋友，他是刚从美国，就是右边现在在我镜头正中间这一位。刚念完大学，刚回台湾，本来在纽约念书，刚回来，然后就跟着我们，有看到吗？跟着我们这两天的行程，他非常非常活泼，而且他拜票的时候都是弯腰哦，这是他第一次参与台湾的民主选举。带着我们的李伟豪森林以后陈玉，老赞老赞，好，看到了苗栗的英才夜市。还有南苗市场，那我们等一下把这些大家推荐我们要去拜票的市场写一下，我们可以规划一个全台市场大众走，我这样会不会害到自己？谢谢，拜托十五号民众党，拜托，耶、yeah, ，谢谢谢谢帅哥，多谢多谢，大哥多谢。其实今天大家没有办法穿那个白色帽T，因为真的有点热。今天台东的天气早上起来有点凉，但现在蛮舒服。粉针比较少啊。要不要合照一张？好。快呀快呀，去台哦。快，去台，快去台。我们。姐姐帮我们投票哦，你看云平哥跟大家都非常的谈得来，很亲切，谢谢，谢谢，谢谢老板娘哈，
原来老板娘的颜色跟我们一样哎。哎呦，知道今天你们要来呢。真的啊，可不可以帮我们讲一下为什么支持允平哥，为什么支持民众党？感恩道盖小姐。不要紧啊，不要恭维，还蛮恭维，不过就实在哎，支持就对了，好不好？对啦，上重要就是安尼。二号跟十五号，对，拜托拜托。倒 U 票，对啦，倒 U 票，倒 U 票，谢谢谢谢。所以胡群工党嘉义会跟我们一起吗？拜票就是让大家感受到真心诚意就对了。台湾民众，耶！谢谢文哲，谢谢拜托拜托。突然间讲文哲好像怪怪的，谢谢文哲，没有啊，真的、啊。要同名同姓，对。谢谢，拜托，拜托，拜托起来。哦，允平刚好像要讲另外一个声道了，对不对？谢谢，谢谢，拜托，拜托。哇，你看碧如姐看到阿嬷超级有感，特别走进来跟阿嬷问好。对，大家可以看到墙上是五届的里长当选书，给大家看一下。谢谢，拜托，拜托，谢谢。现在选举耶、yeah, 我们终于遇到我们气球大队了。你看其实我们兵分两路，因为刚刚市场比较那个天花板比较低一点点，所以我们就有气球大队在我们的路口。要不要跟大家挥手一下？哎，沙喉咙沙哑，昨天喊得太用力，唱歌太用力，今天有点烧瞎。真的，所以应该很感性哦。我们是深入走到市场，然后在转角十字路口也可以遇到我们的气球大队，好不好？对，这些志工真的很辛苦。我们等一下去访问一下这些志工，也谢谢在地的警察杯杯帮我们维护安全，因为我们有申请依法申请集会游行。嗨，请问一下，今天是在哪里？我们今天在。我们在台东的中央市场，对，台东中央市场，然后就是来这边扫街，让接触一下台东这边的好朋友，然后也把台东对民众党的支持给吹出来，吹出来，吹出来。那刚刚在路上这边挥手啊，有没有遇到什么热情的民众？还是有跟你讲什么？其实有很多都骑过去，然后这样加油啊，加油啊，一句话就很感性了。对对对对。那你都怎么拜票？你可以示范给我们看吗？我基本上，我刚自己只有站着啦，因为。没有递东西，怕会让人家跌倒。会回首，就是说拜托拜托民众买票。好，那我们等一下实际测试凯文拜票的实力。对，哦，真的，你看我们，哎，我跟你说，大哥没有啦，他在台北有事情啊。但是大哥有给我们一些好吃的饼干哦，所以台北的志工朋友记得再来我们党部，好不好？再来拿一下。好，哎，那你们拜票给我们看一下。他特别介绍什么？上一次车子够了就靠他，真的。对，换卡够了靠他了，真的。你知道我们很大的协助，好，大哥帮我们打个招呼啦，很多客粉朋友。你看这里，看镜头，你不要看我，我不是记者，看他。庄博，大家都留言说庄博了，没错没错，他就是庄博，没错没错。传说中的庄博。对，我会期间有看到这面目哈。好，那我们现在跟着气球大队一下，好不好？白白今天怎么样？感觉今天还不错，大家都还蛮热情的。你第一次来台东拜票，对吧？对，昨天在花莲嘛。对，来台东。那这样会不会压力很大？压力很大，因为头旁边就是重量比较重，压力不会很大，应该一颗爱两三公斤这样。对，所以要这样有点像健身吼。对，顺便当减肥。对，当重力训练这样子。观光加减肥。哎，有人知道你是白边哎，大家都讲。大家都知道啊。对啊，现在在聊啊，白白你好，白边啊，跟大家打个招呼。好，大家好，大家好，我是白边。哎，其实他明明白白就很会讲话，因为我们昨天晚上吃宵夜泡面的时候，他一直说他很害羞，不太会讲话。其实蛮尴尬。不会啦，不会不会，真的不会啦。他多多出来就不会怕生了。那其实我们这越走是越多人，那我们就要到最后到台北的时候，大家都可以一起来，跟他一起共同大会师啊，告诉大家我们一起来改变台湾的政治文化。对，加油加油加油！谢谢白白，有大家都知道你是白色神，都在留言。哇哇哇！大家可以那个搜寻一下我们白色之声，好不好？的粉丝专页里面有很多文章，都是出自白白这里。大家说很赞，白边很赞。
太感谢了，最关掉，好，等一下要记者会。好，那因为等一下我们有场记者会，熊熊预告一下好不好？等一下10:30在那个台湾民众党的党部有一个记者会，那我们这个直播就是要先清掉一下，然后等到记者会大概11:00结束之后，我们还在扫街拜票的话，会再继续开直播，然后大家就是待会见。好，拜拜。我们会待到晚上哦，会哦。我们等一下整个下午都是扫街的行程。好，那凯文跟大家说拜拜。拜拜拜拜，等一下见喽，拜拜。加油，一人拉14票，4人拉8票，8人拉16票。拜拜，大家数学都好好，拜拜拜拜。